给大家介绍一下万豪这几个版本的主流出装。第一种是常规型的，比较万金油，优点是中期成型很快，团战很强，坦度很高，也不怕扎线，W 中期伤害来的也更高。缺点是缺乏机动性，单挑可能打不过部分单带英雄。这一套出装更稳定，好上分，顺风逆风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，国服第一的最爱，不论什么情况都可以应对，只要出就对了。还有一套是单带的出装，这一套的话，以前挺进可以突进的时候还比较厉害，现在较弱于第一种，但也可以出，先破败后挺进。优点是伤害很高，中前期打钱速度和单挑能力拉到极致，机动性略微好了一点。还有就是对线的时候有吸血鬼结账，回复很强。缺点是逆风比较难玩，中期团战的坦度低一点。这一套是以前挺进还能用的时候比较流行的，因为有吸血的缘故，只要不是打团，1v1、2v2其实不会特别脆，但是总体是没有第一套好的。当然你想直接破败加咳血也可以，不过破败没有挺进的加速，比较难发挥它伤害高的优势。后续装备就是看需求的，我把推荐装备都列在下面了。七云九头蛇是核心装备出完后最适合出的 ，W 跟普通的伤害都提升最大化。这个锁链适合对面四 AD 或者四 AP 的时候出，你就把这个锁链锁给对面唯一的 AD 或者 AP 的情况下，就不用考虑那方面的防装了，比较适合。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给一个三连。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问我。